小白球一样围住来的花花张政委。第二棒，十月号，我说娘子在猪奶看中指刘德华，刘德华甩甩分不清楚，甩甩猪奶玩甩靠出一周歌曲。第三棒，十一号，老爸儿子一起卖萌，萌到你不要不要的。重炮威武冠，周末你想靠两只鞋。第四棒，七号，在中外也布下天罗地网之蛛丝，小飞球别想逃。新任四棒主炮之初炮张志豪。第五棒，三十二号，我的大师兄呀，就是你最会打拳雷打。大师兄要回回来来啦啦，买药啊给林志胜。第六棒，二十三号，保安全部没有看到我，今年拿中华职棒第一台生日，彭振明，欢迎来到地球，生日快乐，我姓黄。第七棒，三十九号，号称中职梁朝伟，不只会扭屁股，也会打三响炮，大气一级不够，要冲三支，詹皇詹子平有四狂。第八棒，二十六号，本垒有他守护，对手也想回家，攻守俱佳，黄军生，黄黄丁丁大大炮炮，黄军生。第九棒，六十一号，颜值破表小鲜肉，飞扑美技不杀猪，公职上太空，东荣东荣东荣强，吴东荣有四狂。投手五十九号，虽然很多人认错，但请认明小叮当一次园林时，小飞刚才是政党的，不是大师兄，是大臣女的洪晨宇。总教练二十八号，这不是肯德基，这不是肯德基，这是总教练娘。史奈德总教练只要冠军就四狂。